当男友你们要告别，其实我偷偷买了票。当女友说要回自己家睡时，男友的反应会如何呢？我今天睡家里。哦，洗澡啊？为什么不行？不行，你要陪我睡，这样我会失眠。不行，你要陪我睡，这样我会失眠。丢扇子啊，这里有卖扇子啊，买这个。今晚在看小吃啊。怎样？你在这里。你手那么差，你有再超贵一点没关系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就是这很适合你吗？你看这个，看这个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嫁给你，真的。你这太欺人太甚，你看你这一只，这是要打什么？打你儿子用的。所以有谁会娶？我爸、我妈、我阿公、阿妈、我舅舅、我舅妈，还有我表妹。还有我弟，哦，叫你阿嬤。那叫别人的阿嬤是叫阿嬤吗？不是叫她老太婆。老婆婆你好，啊，真的不用买伴手礼。不用。还是我现在说我肚子痛，然后我就不去了。那你回家。这样突然不去会不会不礼貌？你妈都定位。不会啊，就少一个人而已啊。电梯怎么一直有声音呢？到了。昨天怎样啊？吃饭的时候遇到你爸，怎么的？走，好了，这样。哎，叔叔好，啊，这样。哎，好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我的，什么意思？你回什么意思？没有心理 OS， 心理。